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黑框眼镜的频道 Spinair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玩的是不暇时光啦。那我最近可能有在工作，所以我出影片的时间又会更不稳定，所以就各位多担待啦。哎，我们来放个放这里好吗？这里会不会吓到人啊？放不上去。不懂，来了。那我们看一下今天有什么事情要做。今天呢，我们的南一站那个水塔要完成了，车站要盖好，不要做，对，不要做，好，大概没什么问题吧。那我们就开始这美好的一天。哟，哎，先领着这个，然后看个戏。测验中心说啊，我们给他的光碟，然后他又要加进研究，然后会给我们东西，没问题。好，先感谢你了，约儿，约儿，来，可以哦。哦，哎呦，为什么你有大便？为什么你有大便？来，互动一下，摸一下他。真乖，哦，来，那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了。这个是不是缺什么？看一下哦，哎，都剩出管道，出管道我没有吗？怎么可能会没有这种东西？来，工业物品，啊，才一个，认真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两个，不可能，是吗？阀门，啊，真的没有出管道，太扯了吧！你坐，哦，缺青铜管是不是？好了吧，制作，我们一口气制作五个，这样比较省材料，对，比较省材料。那青铜管就继续做吧，毕竟快没了，八个，我们把水塔就完成啦。那我们是不是那几个都完成了？在我们好像就只有车站吗？是不是？应该剩车站要做了吧？金桶、防水灯具体、户外壳，好，就放下去吧。哦，不收一下，我们防水布缺一点点，还缺一些纤维布，先做吧。因为布，它应该加紧再产了。那布是可以再做。来，然后再来，我看看哦，还有什么事情啊？防水布，但水塔哦，我们之后放水塔，这样就好，没问题。东西就稍微整理一下，我们等等就去放水塔，然后再看要做什么啊。好，我大概稍微整理一下，那我们就准备去把水塔给放过去，然后再看发生什么过完了，拉起来吧，多一点好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。木头没了。200个，快速有没像纤维不知道够不够？哦，还差好多，
我们新闻部可能还要再去挖一点。哦，那应该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去打住，哎，去骑马，然后说今天有没有什么活动啊？等一下哦，都收集了，简单。那我们可以去，还有教会又在卖东西哦。Hello，聊天。李牧师看起来不太开心，看来又和科研中心的人发生了争辩。教会和科研中心的矛盾持续好久了，你说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消停一点呢？我们都希望世界和平而美好。对，你们才会争辩啊！再见。来，水塔应该在那个方向啊。然后，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毛，你们就只能都要去死了，可怜的羊驼们，需要你们的毛，需要你们的毛。尽量有毛就拿毛吧。这附近，这里有了。哇，这个水塔我拿在手上那么小啊，放出来那么大，这太惊人了吧？是不是？这边是车站欸，应该差不多快好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好像也就没事咯。对，我们今天好像可以过个悠闲的一天。那我们这附近砍砍树，等一下吧。大家不知道多久没看我们砍树，应该有一阵子了。然后我们，因为我们没办法下去那个。再往细部去探啊，是我说的细部是指那个叫什么？哎呦，上班以后脑袋是钝钝的，那个危险遗迹。对，危险遗迹下一层，我现在应该探不赢，就慢点。然后等一下再去杀一点怪，啊，猫皮啊。然后可能可以去委托一下那个，哦。我也是受苦。那我都长在这附近，俺不是对不起。不过这样砍树是不是在沙漠里砍树好像不太好啊？难得都长那么大了，大家不要学啊！好，一直不要学，做这种事很缺德。好，我们不砍了，不砍了。那尬派给大家找谁？看那母汤。那我们去杀个怪，可能就明天看一下状况吧，看明天还有什么肉。哎呦，你们看过这只吗？金色羊，金角羊驼。哦，虽然说它角好像不是金色的，出来一点。忘记有没有给你们看过了，超时髦的羊驼，给杀死了。这边再杀一轮。都在睡觉欸，然后被我们杀死，真的很恶劣。啊，希望我的毛皮够了，毛皮够了，我就不用再杀他们，让他看一下，看够。但有机会够，
不行，差应该差一点点一。那家车站，你铁木板先放了吧。金铜管防水，对耶，防水灯具还没看过要怎么做？要四个，所以我们需要做强化玻璃、防锈铝、旧零件。防锈铝在做了，对，然后应该都有在做，不理他们。那我们去一趟那个。干得漂亮！现在南翼站有生活用水了，剩下的只差电力了。等我们接通了城市电网，驿站就能开通了。结果我刚刚说要结束，马上就遇到那个亚伯特，然后在表扬我们说我们把那个水塔跟那个充能站发放进去。喜欢我的新造型吗？哎呦，他换造型了，戴小帽子吗？我戴了顶新帽子。哎，我发现了。哎，多谢的新房子基本都是我们建筑公司盖的。好哦，拜拜。再见。不谢有没有？不屑跟花痴男交往。哎，听起来好。希望在我的带领下，波西亚。OK， 我也希望如此。好吧，那今天应该是差不多，真的是这样了。真的要等明天。好啦，又过了一天，没有错，过了一天了。来，先去，哎呦，艾克来这里看我们的劳拉，然后把它寄放在我们家了。哎，我们看个信吧。信适当说说，你有空余的时间吗？我有个新的委托，需要发挥你的建造才能，它能让你在空中行走，请尽快来见我。空中行走是指创意吗？然后啊、哦，我昨天去发布了一个那个，可以拿一些破损吗？我们这样自己打太慢太慢了，干脆就直接发委托的快一点。那我们就把毛皮的东西啊放着。然后来吧，防水不完成了。然后这个我们要做一下，铜管的。哦，灯具可以做了吗？我们可以做六个，那我们就做五个，反正做五个，就只会花四个的材料，这样对我们来说比较好一点。来。这灯好像有点炫炮哦。再来插钢结构外壳，钢结构外壳需要钢架，钢架够吗？刚好焊条没了，还需要焊条。哎，所以我们这个要改成做焊条。就做个，做二十个好，二十个应该很够用。那我们再把东西放一下吧，工业物品。哦，东西差不多。好，那我们去见市长，然后跟一些人。啊，对了，然后我看到这是什么吗？你长大啦！那可不可以挤牛奶？我挤牛奶、欸，想挤。我们等一下可以去那个奶奶家看一下，是不是有办法挤牛奶？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啊！我们先去一趟奶奶那，直接去奶奶那边，这里吗？然后看看可不可以买一些小动物，我们继续来养，然后把它养得很。种子，对耶，都是种子，倒是没有卖，没有卖挤奶的，或者是。感觉是要拿空瓶啊去装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。
比地方这点。哦，你，麦克当劳 ，Hello。哦，可以买一些那个，可以买鸡肉、牛肉、鸭子、家禽场、布棚。那我们再买个两，再买个四，好吧。到时候帮他们摸摸。你好，有委托哦，刚刚好是你哦，也太刚好了吧，感谢你哦。这里结果是对的，那是大对特对。那我们大概就可以去见市长。在见市长之前，我们可以委托可以先拿。把牛顶在头上才有效。拿着一头牛进商会，笑死！在发生什么事？来，委托的话，个帮忙徐先生压花地毯哦、喔。看一下有没有比较简单，压花地毯。七个铁锭，我们是立刻有了。来，用这个好了，这样比较方便。这样就不用烦恼说还要做啊什么的，然后现成的比较舒服，尤其长在旁边。看一下有什么事，应该会有什么奇妙事。我不要把那个点在头，怪怪的。没有，不在，市长不在，还没办公吗？还是中午休息啊？好像在家里务农务到中午的人，他是不是在休息啊？对，在他家了，老家是快乐的家，不错。我看看啊，看看、欸，他们即将在聚会吗？这样我这样打扰你好吗？你再坐下来，好没礼貌的、啊。哎、欸，你收到我的信了？椅子上走路干嘛？很好。最近你的表现给了我很深的印象，特别是解决了沙漠的问题，所以我决定单独把这个委托给你。哇，我们是毒标厂商是不是？这是给波西亚锦上添花的项目，没有危险的战斗，也不用修复什么坏掉的系统了。在我看来，这简直是对城市的恩赐啊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所以是怎样的项目？波西亚热气球公园。自从我多年前在战场上做过一次热气球以后，我就很想在波西亚也建一个。在热气球上看风景实在是太美妙了，我敢肯定波西亚市民和其他旅客会很喜欢的。最关键的是，我终于拿到了修建基金啊，恭喜哦。如果我没记错，这个项目分为两个部分。首先，你需要制造一个可以登陆的平台和一些大型气球，然后你要将它们组装到合适的位置。听起来很有趣，对吧？准备好接这份委托了吗？接啊。很好，我已经在麦克当劳牧场后的鸳鸯池塘清理了一些空间，在那里安装登陆平台吧。我也私下和佩特拉讨论过这件事了，他有信心可以建造热气球和平台，但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进行研究，所以你也许需要和他聊聊。好，没问题。好了，我得去继续工作了。虽然我很想快点看到这个想法的实现，但是你还是要注意安全，把项目完成好，加油。好的，客气，谢谢你。希望这是个好项目，先不要是烂项目，烂项目我们投就大了。来吧，好像我们就直接去找佩特拉就可以了。佩特拉的话应该下面。不，我们是不是有些东西啊，可以趁着高价收集？家具哎、欸，我们要买一些家具啊。这个好可爱、啊。我们好像也可以改建房子，对不对？我们也许可以去改建一下。呀，双人健身店、纸尿片，搞笑吧？这是，哎、欸，它是不是随着等级啊，一些比较高等的装备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呢？哦，这个给了平民之锤、地球之虎哎、欸，矿工帽。
那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，对，好像没什么重要。哦，那我们去找，哎，我说要去卖东西了，不是要来买东西啦，打了吗？看看喽。那好像也没什么东西。啊，随便点个好。170。三个。这个可以吗？这个可以卖个。大概这样，但其他没什么好买。哎，赚一点点这样，赚我爸扣，我爸扣嘛，北拜。哎 ，Hello 佩德拉，你在这里干嘛？擦桌子吗？为了组装图来的，我准备好了。你需要一个能载一到两人的篮子，为气球供能的设备和适合做气球的布料。不过要研究相关细节，我需要武装光盘。好啊，给你啊。太棒了，我需要一些时间来解析这些数据，完成后我会联系你的。好的，谢谢你。看起来我们就是要等待任务的完成了，那好像就没事了。对，那没事了，可以去米解了。什么啊？幸福热气球，看一下哦。南一站这个车站我们还在盖哦，热气球在组装。OK， 那我们也许可以去那个南一站那边，然后我们顺便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作家，对，我们好像可以盖好一点的房子了。我在想要先升级房子，还是先做其他事，还是先拓建，其实都可以。然后我们其实还有家禽场还没有做，感觉也是这个升级要机械吊臂，对啊，走，生育跟领养。这个升级要什么的？10000块而已，而且都有。不过我很缺的青铜鼎，我很缺。不要好了，先不要好了。可能再看看，再看什么时候合适。因为我青铜鼎现在不够嘛，然后人可能要留着升级工作才3，可能还要再等一阵子才能升级我们。看一下民兵团的位置在，还在外面。这里吗？你好，委托给你。好，解决，轻轻松松的。那我们顺便回去可以把那个车站做了，这样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这个很快，慢条超快。要4个，我们可以做6，做一样做5个，多的都可以留下来用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们可以把跟那个也有了，这是车站，有点丑哎。然后我们把天哪，小羊哎，那都想来摸摸吗？我们家是不是变丰富了？对哦，好像是哦。好可怕，我们家好可怕，好多好多生物，一早起床一定会被吵死，一定会被吵死。
OK， 那我们就去放那个了，可以去放了。该在哦，他要直接回报给他啊！我带着车站过去，我很好奇车站拿在手上会是怎么样。这好像是某个外壳，有没有？是你的安托因。嗯，做得不错，这是你的奖励。谢你。哇哇哇！千块，很赚，赚翻。OK， 不错不错不错。但看起来我们就是等新任务。然后做热气球，家好美哦！我们家可以扩大了，要不要扩？啊，好贵哦，27,000，这没什么钱哎。对啊，好吧。那么今天影片可能就差不多都到这边吧。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下喜欢，还有订阅及开启小铃铛，就能获得我们影片还有直播通知哦。那么我是黑光眼镜的编辑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